感情越来越淡了，之前摸脸现在就摸手了。哦，他是来刺激邓凡的。哥哥，我马上要嫁给陈令了，你不会吃醋吧？哥哥，陈令那天问我和你什么关系，我说弟弟乖，别多想，躺在床上的是我哥。哥哥，你不会坐起来打我吧？你好可怕，哥哥。不像我，我只会心疼哥哥。葛二林真可怜啊！怎么了？父命难违啊！这要是性别互换，估计评论就过万了。如果葛二林是个男的，邓凡是个女的，葛二林说：“盼儿妹妹，不要怪我把你抛弃。如果我娶了你，我爹的脸往哪搁？我以后怎么继承岳阳派？你看陈琳妹妹，她多可怜，又可怜又可爱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爱我，你就放了我。”估计邓凡的坐起来就给了一刀，真的，双标，你知道吧？扎你就是扎你，给了一刀，真的。啊，像摇摇晃晃进来，我还以为是个不倒翁进来了，这学的谁啊？别弟子小道没收下人家弟子，我没说啊。阿香，恋爱脑来了。你说恋呢？如果曹伟宁进来，要是看见阿香把顾小莲给抓住了，你猜曹伟宁会怎么做？曹伟宁会劝阿香。我估计曹伟宁会给阿香找根绳子。他恋爱脑做得出来，真的。没那么夸张。他如果知道阿香是鬼谷的人，他甚至能加入鬼谷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阿香的名字叫什么？无心指踏是吧？对。我们给曹卫宁取一个霸气的外号。叫什么？曹卫宁叫卫宁服务。卫宁服务，曹卫宁，是不是全是杀气了？对对对，好吓人。超级厉害的。吓死了。汤要苦，给你吃。汤药还没吃呢，你咋知道苦啊？板蓝根苦吗？即食糖浆苦吗？你又没喝，你咋知道苦的？说谎成性，你知道吗？你刚，人家就说了一句施术而已。五虎门泰山派。我黄大佬真是光彩照人是吧？柳叶弯眉樱桃口，我一见就浑身发抖。有完没完？你胡搅蛮缠！这小家伙戏份好多呀，真的是。你胡搅蛮缠是吧？高中是搅了还是缠了是吧？就没点正经的成语说了吗？啊，小朋友文化比较低。这两个小孩拿的你知道是什么？裤裆棒。我知道裤裆棒是农村办丧事的时候弄个柳树做的棒子，然后上面缠白纸。正常家里就是如果死一个老人的话，就用一根裤裆棒，用孝子拿着。如果死两个老人的话，就用两个裤裆棒。你跟我讲他为什么拿两个裤裆棒？他是在默认奥莱子跟多来松的关系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是默认的师傅跟师母啊？还是香港导演不懂农村这一套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懂。你不懂。黄老师，你赶紧把我身份证打在公屏上好了呀，不要扣我，我没有身份证，我黑户子。黄大佬说我不想说，我很亲切，我不想说，我很纯洁。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。那人和这歌搭吗？你觉得？你就这么想他就这么搭了吗？这叫俯眼看人心。这在你心目中完美无瑕。好厉害的口才啊。当然了，人家都是 reaction 出身的，当然口才好了。我黄大佬也不弱好吧，我们黄大佬来，黄大佬跳斗牛舞的感觉，鼓掌的，大家跟我一起来跟着我的节拍，一看就是个营销号带节奏的。营销你发现黄大佬其实有点男生女相。你知道什么叫男生女相吗？我知道，这男的长得有点女孩的面相。过去有句话叫什么你知道吧？你是什么叫颠倒乾坤掌权柄，男生女相富贵命。哦，历史上有哪些男生女相的名人你知道吗？谁啊？张良啊。你有张良计，我有郭小丁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嘛。实际记载的就是貌若女子嘛，那只能非常漂亮，就是很帅的那种，外表就是很俊美，但内心就是很坚毅的那种。这种就标准的叫什么你知道吧？刚柔并济。哦，所以这种人才能成大事，你知道吧？哦，但现在有些人的话，就是外表就很俊美，但内心就不行，所以这种叫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叫娘娘腔。就比方说我是不是？我外表就很俊美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看 reaction 我就不会共情，我是办大事的人，我不会共情的，你知道吧？夹带私货，夹的有点过分。没有夹带私货，实话实说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人啊，真的是。我不知道。那黄大佬就属于那种外表俊美是吧，内心刚毅的，敢于挑战武林恶霸高崇是不是？恶霸黄大佬他是没遇到靖王的呢。遇到靖王跟靖王结了婚，靖王还抢什么琉璃甲是吧，直接做皇帝对不对？黄大佬就年纪大一点，其他有什么是不是？南大三抱金砖，南大三十送江山，南大三千位列仙班是我靖王，我现在有点同情他，有点可怜，心疼靖王，把心疼靖王打在公屏上。同等老不差好吧？你这人这样无伤鬼呢？你除了给他配了个阿旭，其他两个
都是阴间神明。还早还早，后面还有机会，还没他的戏份，有他的戏份我就给他配了。我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的，好吧？提前新的靖王龙去脉公布天下。其实我觉得黄龙老说的没错，嗯，让他把刘立家的内幕说出来也没毛病啊，是吧？啊、我倒是觉得高崇玉的节奏也演的不对了，说的没错啊。你也被他节奏了是吧？不是的，我觉得正常来说他做的没错。不是因为对黄长老有滤镜啊，他说什么都对啊。也可能。哎，旁边一个女的看见没？嗯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是那个应该给独孤他断后路的那个女的，俏罗汉。过分了。想跑了，看见没？正热呢。导演故意的，看没有？嗯。两人同框，看看到底谁女扮男装更漂亮一点。没有啊，是没有贴胡子。差不多，不分伯仲。不分伯仲。就只是俏罗汉双双殉情了，全剧终了。殉情什么鬼？把刘丽佳叫出来！哎，他俩长得是，哎，看看见没有？长得瘦的全在后面做群演，我前面站的全是脸大的、胖的、没脖子的。这剧的特点，我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为了镜头好看，你知道吧？你确定这样好看？除了黄长老风尘俊秀的，把他放在前面了。我那个蓝色眼影，上一个敢涂蓝色眼影呢，我记得好像是那个伊丽泰勒上来演的那个埃及艳后，涂了个蓝色眼影了，他也敢涂，颜值挺自信的，看没有，欧式双眼皮是吧？眼窝这么深，可以的。本王像不像就是看演唱会坐到最后面看不见，坐在男朋友肩膀上那种人？然后台上高总喊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把你们的手挥起来让我看到，本王手挥起来了是 AWSL 是滚下来磕没磕到？磕到了，就是说打狮子打在旁边，没有打在他身上，看见没有？啊，就怕伤到他，磕到没有？啊，这没看到。阿雪吵架不吵五分钟，那我磕没错。哦，好的好。昨晚上哪去了？你知道我昨晚多难熬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把消敲的，没有帮他吹消，你知道吧？内伤又犯了。我信啊。咱陈林身上，没事就是张成林是吧？在他面前就是咱们陈林。咱们成立，因为你嘴是一头一头，没心肝的亲爹着呢。阿香已经不管了，就是想他了，老婆的儿子。有后娘就有后爹。我们已经抢镜头，看见没有？周子舒说话的时候都晃来晃去的。我要是周子舒，我现在就套两个卧龙坚果，我一边吃一边说，是吧？又做广告了，是吧？又抢镜头了，是不是？导演不好说什么。合理合理是吧？合理。他手里没道具，你知道？我跟星星拿个扇子在那晃，头也晃，站的也晃，这出戏很吃亏，给他配两个卧龙坚果，他要把头摇起来，头摇起来是吧？手伸出来挠两下是吧？昨天晚上那么难熬，好痒哦。品臭，还有毒气，由头至尾，争夺琉璃盏，什么？脸上痒吗？怎么了？痒有什么难熬的？肯定很难。他眼线画的很漂亮，看看，眼线很自然，比冯小刚好看多了。就换个人比啊，毒蝎刺客秦松的眼睛，真的在摇头晃脑，又在摇头晃脑，是不是？赶紧给他弄两个卧龙坚果。你做手术一动不动，温克星摇头晃脑，真的。一边吃一边推理，合理。合理，特别到位。又补脑子，推理费脑子。对。这家伙真的，做手术我就没听见，那个人真的是讨厌啊。我感觉温克星也有点神经病了，他明明都知道你随他们闹，反正死人越多越好，他就这个意思是吧？对啊，他就很单纯是吧？像孩子一样是吧？你所谓的热，变态啊这个人！我一时不知道你是在夸喊什么。哎、我发现就是说在面纱后面更漂亮的，发现没有？嗯，在面纱若隐若现，侧面特别漂亮。哎，对，他就是侧颜特别好。你在侧颜为什么漂亮吗？有什么了？把胡子挡住了。男人有胡子怎么了？鼻子也挺，对他鼻子挺，他鼻子很秀气。秀气，温克星鼻子很挺。周子舒都惊呆了，周子舒你好变态，我好喜欢。温克星把周子舒搞到手就开始大呼小叫了，不合理。这家什么时候搞到手也没有大呼小叫的。来了来了，哎，谁一回？亲爱的黄东了，亲爱的黄东，就说黄东的面目绝艺是吧？我不知道，且看且珍惜吧。且看且珍惜。其实挺难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说一边说话一边配手势，你知道吧？还摇头晃脑，其实挺难的。你是慌张了，你怎么样都得夸。岂不美呀，哉！慌张了，浪起来了。没有你了，我跟你摇头晃脑，你骂人家。慌张了的，他挺难的，挺好的，也特别好。温克星那个是周子舒在练台词，他摇头晃脑就抢镜头，你知道？你知道慌张了练台词摇头晃脑怎么了？啊，叫顾盼生辉，你知道吧？把那个剑什么剑鞘一下就比下去了。琉璃甲便是。哎呦，你就扔一块琉璃甲扔在黄长老身上，你看黄长老把护卫快弄死了。看博出位了，看见没有？往前走了两步。
我跟你抢镜头死水，还往前走两步抢镜头，我要是走走这时候后面一掌给他打晕的呢，然后拉他游街示众，有什么街示什么众啊？啊，舔狗来了，你看就知道扎什么变舔狗了。你求婚不错嘛，他儿子死了，他现在一心一意跟着见鬼了，不要讲。哦，大碗也不怎么好东西，心思很单纯，单纯的好色而已。主人，我靠，嗯，燕鬼喊幽梦喊主人，不是他喊喜丧鬼，这两人私下玩挺大呀，我他们喜丧鬼，我怎么不见了？燕鬼喊幽梦喊主人，喜丧鬼，果然还是真道狗花样多，救命！你们先走，我来。他们不去保护神人了，搞这个干嘛？也可以啊，啊，匹诺曹。啊！我第一次见他出手啊！你第一次夸他，镇定的眼神，看没？打起来倒是比如说练台词要镇定。他的剑上哪去了？啊！上次在阿香面前装逼，站在他门口拿了把剑，其他时间我就没见他拿过剑。哎，好歹也是个武侠，他不拿剑干嘛？哎，啊！他们不拔剑，装酷啊！真的是，好奇怪啊！忙着谈恋爱，本职工作都忘了，真的，人家都忙得手舞流甲，是吧？你忙着谈恋爱，磕 CP 的。还是阿香来吧。阿香还不如阿香先翻个跟头，我就知道，阿香只要动手就先翻个跟头。你鞭子拿出来噻，你有武器的呀，拿手挡着。为什么不用武器？挡，哎呦喂！给他挡暗器的。劈了劈了，挡暗器，狡猾了，我。狡猾都飞出来啊！冲出去秀一下呗，让我别挨挡一刀，让他死，让他死。你这么恨赵薇，你过分了。他要死你不让他死，什么人？人家没有。给他喂药，别喂啊，让他死啊。你够了没？我相信你是成龄青年了，你够了，就为他谋福利是吧？我只是觉得他配不上阿香，真的。啊，你的保命丹药吗？官方吐槽糟蹋我的保命丹药，我也觉得是糟蹋，真的。你留着救成龄也好的呀。说来说去还是成龄。哦，我现在反应过来了，为什么那个唐红绿柳不去保护神圣而到这边来了？怎么？我估摸着应该是高晓莲不想嫁给陈琳，但是跟他老子说又说不通是吧？那他只能跟谁说？跟他叔叔说，跟神神说。真的好，逻辑满分。神神又不好出手，对，怎么办？只能求黄东了。对，是吧？黄东了直接给你来个釜底抽薪，我把高晓莲掳走，以后找机会他再跟邓宽生米煮成熟饭是吧？嗯，高蒙嘴没办法。好有道理啊！我要不是没看过剧，我真信了。逻辑满分是吧？满分。这个剧的好就好在逻辑。逻辑恰当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什么漏洞。没什么漏洞，不是被你钻了好多漏洞吗？我只能钻点什么穷啊，什么请的人猪头狗脸啊这些漏洞。这不全是你钻的漏洞？嗯、你把黄长老和沈振振的 CP 刻出了合乎情理、逻辑满分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还不如干将弄个莫言奇袭呢，多灵活是吧？你有完没完？这是电瓶车吗？还有手刹呢？咔嚓一声，是好装逼啊！万一不小心滑下去怎么办？哦、要拉手刹了吗？对，新演员是吧？大人是吧？对，我说呢，小孩不会这么淡定的，看起来是个老演员。但这剧里面是不是有个成年人呢？是的呀。那为什么给他配个小孩的声音？他就是天生的。配音出来罚款的，我跟你讲。他配音被罚了好多集了。我不是针对说演员啊，侏儒到成年的时候，他的声音跟成年人没有区别的。干嘛给他配个小孩的声音啊？显得小孩的声音真诚，好可信，是不是？长得像个贱笑似的，哪里可信啊？配音组罚钱好吧？这忽悠观众好吧？这误导观众。再脏了啊！早就约过来跟高崇了是吧？嗯。第一个配的是温客行，第二个配的是黄德了，果然好磕。你不是磕他跟沈胜吗？所以磕到温客行头上去了。装模作样了，心情好的不行，还特意换套衣服。从头到尾都没哭脸，演的阴森森的，阴间表情。什么阴间表情啊？真诚。真诚，来自剑鞘的真诚。赵玄德，你是说赵静学刘玄德什么哭出一个未来是吧？哭出一个未来。其实不是，其实真实的刘备不像书中写的那样。但是刘备的几个老婆倒是比较惨，就是第一个甘夫人，就是生阿斗的那个甘夫人，得病老早就死了。糜夫人是在上半坡的时候，遇到靖王跟吴长贵在人心鬼夜上杀了个七进七出。赵子龙我知道。吓得跳到井里死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孙权的妹妹嘛，孙尚香，我知道，跳江死了啊！我这我不知道，他是以为刘备死掉了，你知道吧？实际上没死，跳江死了。赵敬老婆下场也不好呀，罗浮梦咱就不说了，是吧？另外一个没出过面的老婆，连他丈人一家估计也是被他干掉了，估计是的，要不然不可能像他这样天天在这里嘛载歌载舞的，没人管他的，毕竟他是女婿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有点道理。这两个脸是真的有意思啊！
怎么了？这两个人脸是完全不一样，这很神奇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你要说什么？夫妻相嘛，夫妻相要么就很像，要么就互补嘛，是吧？你说互补的那种是吧？一个脸很线条很柔和，还有一个脸就是你各个角度看，他都是有棱有角的。黄天老也柔和呀，也有棱有角呀，人就年纪大了一点，对吧？你够了，你是黄天老的独为是吧？你不能说人家领导，你说人家色衰吧？没有说人家色衰，你不要这么吹捧行不行？半点就烦你们这种独为。我从黄大老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心疼啊！就这么定了？不会吧，黄大老不会这么花心的吧？这个是直男场子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没有男主角谈情说爱的，反正就是开武林大会以前武侠场面的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在你们的眼里，直男是不是就是那种审美差、情商低、三观又自我的类型，就叫直男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也不是，那个是钢铁直男。那个跟直男相对应的，像你们女的，就是直女了啊、哦？不是直女，是独立女性。独立女性就是审美标新立异，是吧？什么审美标新立异啊？情商与众不同，是吧？你小心人家骂你，我跟你。三观独当一面，是吧？我觉得你要挨骂，这次。没有，跟直男相对应的嘛。直女嘛。这是我女婿高成林。高成林，女婿还改姓呢、哎。这就结了，我跟你讲啊。我的小女。我反对这门亲事。你又反对。陈女说：“我不要做你的女婿，我是慈禧三庄庄主的儿子，是鬼谷谷主的儿子，你可以叫我庄子，也可以叫我鬼谷子。到你这个岳阳派，顶多做个阳仔，太土了是吧？太土了，够了。不问红尘之事，高宗这道可以啊，隐退为进啊。他把陈令推到前面，然后他出家，他到哪出家？是不是到泰山派啊？”泰山派出什么家呀、哎？当道士一样的，把儿子泰山派得盘下来，扩大武功门的势力，可以的。把陈令推到前面，他安心在后面多摸后面。你这思想太恶毒。这个其实有点《三国演义》的意思了，你知道吧？那赵玄德、赵敬像刘备，高宗其实有点像曹操，乱世枭雄，有那么点感觉。我没觉得。他跟曹操差不多一个意思，你知道？有句话评价曹操的是：假使当初身先死，一生真伪与谁知？他还是活到最后，他是不是好人还不一定呢？曹操就是枭雄、奸雄。他是奸雄，他能屈能伸呀。但是高宗并不是啊，他把名望看得比命重呀。曹操不可能的，曹操说：“我得先活下来，再图日后嘛。”行吧，阿布就说服了我，是吧？那我说神圣是个张飞没错吧？啊，这个可以是吧？这差不多。三弟不可造次，三弟快快退下。哦，又吵了。好不过五分钟又吵了。哎，这两人好不过两集。好不过两集。飞下来，你也是个替身，是吧？哪有那么瘦？飞得很美，是吧？是的，掏了个手机出来，什么牌子的？新款华为。手机密码多少 ？AWSL，AWSL。阿伟死了，反复去世。你说的话，除了学的是最像的。你说遍我听听。阿伟已经死了，你选的吧，偶像。牛逼！你比王可欣美好多了，我跟你说。荡平鬼谷，目前啥事没干，反正先杀了几十个女的，倒真的。他说的话，荡平鬼谷就退出江湖。现在荡平鬼谷了之后，江湖肯定是元气大伤的。到时候江湖上这么乱，还是要请他出山的。我不知道，反正下一集就死了，是吧？是真是假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在长庚行那时候你跟我说过的，打到灰飞烟灭。你倒不记得是吧？我刚刚一开始了，咱手又回去了。哎，这黄大老师，你妈的，我伸的是一个手指，你把我四个手指就划上去了，莫名其妙的，说话老喜欢挥手，你看高总，你见的真的，把人家四个手指划了，他自己挤了一个手指出来，看没，人家都是一个手指，他故意整黄总了，真的，营销号第一次受到重大挫折的。这叫挫折。哦，上面全是黄总老的血，看见没？一排全是黄总老的血，黄总老是哑巴亏了，给你心疼坏了，是吧？给我心疼坏了，真的。面若银盆，口似悬河。你坐骑什么时候能说句话了？真的。坐骑了，怎么说话？我这家伙脸好黄啊！你知道什么人脸会特别黄吗？又开始了，你说。胡萝卜吃多的人，就会脸色发黄。曹魏宁算什么兔子？人家才是大兔子哥，吃胡萝卜脸都吃黄了，是不是？算了，不提曹魏宁，你都死了，不要再反复去世。人家没有死，死者为大，好吧，不提他。在你的心目中已经反复去世了，是吧？阿伟已经死了，我选的，好吧，偶像。我一把高中这个时候把头伸过去，把他手指放到嘴里。你完了。
呵，你的手还在流血。这就是高大侠，细节满分，我靠！他四个手指全部是血痕，看见没有？是的呀，只要是你的黄蟑螂都是满分。你这是黄蟑螂的毒唯，我跟你讲。你这个就过分了，好吧？我只是说巨细节版本，我没有夸黄蟑螂。你过分，我过分。我只是观察他，观察的比较仔细而已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你那好像也是大致分多的多主。对对。我稍微关注一点，怎么了？OK OK。陈俊能晃起来了，虽然是舍得。他没有，我恶心舍得。我恶心气的，整个人发抖。这都是他妈的一个抢镜头，晃叫你晃。保持同频那种，两人一起晃，震动，那这个 CP 感是不是又磕到了吧？磕死我了！这集应该是名场面，竟让你们看什么风小风了，什么巨鲸棒了，什么剑根剑鞘了。要不是黄章老师，这集真的看不下去，真的是。好歹有个颜值担当，颜值担当，你那不神圣吗？其实神圣这种颜值的黄章老师面前还是黯然失色。哇，你真的是颜值是高低的。你是爱黄，毒唯。估计高川要拿这个风小风寄刀的，这场面肯定要杀个玩的。打起来呀！老婆，你怎么这么变态？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你有病啊！哇，抓到人了！我一直敢抓人，果然抓了。别再抢镜头了。阿旭，他为什么他叫他阿旭，他为什么不叫他阿行或者？为什么阿行、啊？阿行阿旭嘛。公主不明啊。公受分明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是的，一般是女的喜欢叫男的叫老什么老什么老温是吧？对，哦，是这个意思，怪不得吧？你好厉害，是多看几本书就知道。学到了，学到了，学到老婆的了。我一直搞不懂，为什么一直他叫他阿旭，他叫他老温，为什么？我劝不了你。老师，人家分手，这回真分手了呀？不要紧，下一集肯定就好了。他们分手过不了几分钟，你又知道了。瞳孔好看，你知道吧？哦，瞳孔好看。我怕是这一集是应该是女性观众最少的一集，不用想，两个瞳孔很少，孟宴会的都没怎么瞳孔。哇，这一二三十三六十五，一直坐着坐65天，连胡子都没有。每天有人进来的。每天有人进来帮你们刮胡子是吧？你真够扯的啊，不是？那巨粉是真的，我服气，好吧？不要在意这些事。妈，我3天不刮胡子都挺长的，他65天不刮胡子，居然比我还流光水滑。你看这个木乃伊，哒哒哒哒。你老给他们配音干嘛？这个就更夸张了，65天不吃不喝，那肥头大耳养的，油光满面。我在医院躺半个月，瘦20斤，他躺65天还胖了呢。看镜头一直对着个假人，这镜头语言你不懂啊？有什么镜头语言？这很明显的灯光是个假人呀、啊。怎么可能是个假人啊？就是被控制了吧，要人脉、知道吧？所以一直对着个假人拍。你是真的能吃？粗浅的镜头语言你都看不懂。我怎么感觉东方是装的呀？他不是被控制了？为什么？一是他不可能那么胖，他每天夜里都爬起来蹭吃蹭喝，什么油光满面的。还有一个，刚才高海莲在他屋里说了，要嫁给陈岭了，他怒了，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我爸起来搞事情，他的报复告成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登场的。你这场干嘛？吐吐沫，毒死一片人。出征大起。哦，明天开武林大会是吧？还不是今天是吧？今天开武林大会的话，你要把那个血当鬼当的记邪的呀，是不是？对。快点。你这小孩站在中间干嘛？我就奇了怪了，真的。这小孩出现一次，你第一次。我真的好好一个镜头，本来就是这两人对线的，他让我中间拿裤裆帮我中间站着。我臭老汉我都不说什么的，你问这的喷两句。灭了张家马。好嘞，羊仔做不成了。羊仔做不成。死啥？死了？应该没死的。他关东昌都没死，就跟这个朗子捅一下哪里会死？这部剧的逻辑就是关东昌死不了。只是这部剧吗？赶上送他去就医啊！大家不能相信他的话呀！真是半天憋不出一个屁劲，他说这么一句。你学学赵静好吧？那赵静就不说话，说不出来好来话就别说。真的，我明明是有点疯癫了。这时候跟他分手，他也不在乎。怎么可能不在乎？无所谓，是 what？ 反正感情又不深。你比阿雪还要怨念，反正感情也不深。果然是会咬人的狗。你听见没？他说人家是老无常，人家年老色衰就说人家是老无常，真的是。文可莹也是个人渣、真的是，说人家弃暗投明，包括你不是抛弃妻子啊，你真的是。不过话也说回来的时候，人家真的老就不美了吧？你看人家黄章老是不是？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夕阳是晚开的花，夕阳是陈年的酒。你现在不是你的小婵婵了是吧？天天 diss 他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不管磕谁拆谁，我不可能拆他们的。就算他们互相抢镜头，是的，就算你怎么诋毁我，我也不会拆你，对不对？拆你跟我，对不对？